2016富邦勇士西基杯在世新大学举办北区预赛，为了给非体育系学生一个发挥的舞台，富邦勇士举办西基杯冠军活动，邀请各大专院校的西基杯冠军来一较高下。像我们平常的杯赛都是跟同类科系交流，然后在这个杯赛我们有跟很多其他不同科系，然后一些平常不会遇到的学校交流的机会，我觉得对大家的篮球都有很大的进步。就是全台湾别的学校一起竞争，感觉还不错。就是没有体保生，就是把这个限制的话，可以给那种很爱打球的一般生，就是很多机会在场上，就是挥洒汗水。富邦勇士西基杯今年举办第二届，参赛队伍也大量增加，未来也希望可以有更多学生来一起支持学生篮球。感觉到这次的比赛比历年来都还要更正式一点，球员在球场上打球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有那种荣耀感。今天北一区获胜的为 A 组东吴国贸、B 组实践国贸、C 组北大地震，他们将在6月5号对战，决定出北一区的晋级队伍。SSU 特派员苏新杰，台北采访报道。